浙江孤岛惊现一座无人鬼村。美丽富足的小村庄就只留下了一座座空空的小洋楼，孤独地矗立在这里，一晃就是20年。但好在后头湾村虽被人类遗弃，却也被自然接收，那一座座绿色城堡至今仍以独特的魅力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深处。那么你想去看一看吗？关注我，带您足不出户看遍中国风光。